个资料怎么取得啊？像这个资料，其实我们刚刚从那个 Google 找一下，你可以找相关的东西哈、哦。刚刚这个找一下那个财政部的这个海关进出口初步统计嘛，它其实它提供了蛮多东西的，有没有一堆东西？那其中的话呢，哈，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哇，2019年我国出口排名维在17名，其实还蛮不错的。那我想知道说，截至到今年的3月份，它好像有3月份为止啊，3月份的资料到底是成长还是衰退哦？其实我们可以从这边大概从表二，我刚刚找一下出口的主要货品分类啊。不过你可以按照货品分类或按照季，这边有蛮多项目的。然后我大概找表二这个的 Excel，我是建议用 Excel 啦，因为 ODF 啊。等于是一个自由软体，对各位来说不方便，所以 Excel 是比较方便，直接打开就可以。那你可以看到它启用编辑哦。那但是呢，特别注意哦，有几个地方可能要注意哦。其实我们要的并不是说这个合计的部分，所以合计其实可以把它删掉，这个就可以把它删掉。然后上面的这个名称其实也可以把它删掉，这个有些资料根本不需要。然后总额我们只要总额嘛哈，所以。请各位把这个什么占出口啊，这个什么占总出口的百分比啊，还有年增率，这个也可以把它删掉，有没有？那其他都一样，所以我大概做个几个，也比如说我们的出口是什么电子零件啊等等的啊，你可以从这边看出哈，啊留下就留下金额就好，因为主要想要知道金额啊，机械啊，但是这边有蛮多的项目了，太多了哇，这每一个都有，OK 哈，那我们就找前面4项就好了。那、啊、其他的话，也许我们就你可以挑几个了哈、哦，那、啊、这边也可以把它删掉。那再来的话呢，哈，栏位名称这两个行吗？金额这个可以把它删掉，因为我们只要一个栏位名称就好了。我、哦、看上面有些东西啊，所以你拿到的资料记得要懂得怎么样把不要的部分删掉。那我如果想要，我只想要知道什么108年一直到109年的变化，那我可以把前面几年删掉。留下我108年的，108年这个一整年不要了，我大概就是，不过可能到时候你要把什么，如果你把这个删掉的话，哦，那你可能要必须在这个前面有没有，自己再加一下什么108年，这个前面有没有，自己再加一下，这个就不要100，所以底下的话，哦，每一个自己再加108，OK，那底下这个109我不要，我只要留下那个109。OK，那这个109一到三就把它删掉了，那、啊、总计年增率或年减这个也把它删掉就可以了。好，那留下这些资料，但是第一个哦，可能你阅读的时候你觉得关键什么第一页嘛，你可以切到检视，把它改为标准模式，就原来我们的那种模式了哈、哦。啊，另外的话呢，我这样子就已经完成。另外你会发现它这边移过来，奇怪，A 栏为什么都不动？哦，如果你看到这种状况哈、哦，表示说什么呢？它其实 A 栏是有做一个动作，叫什么？冻结窗格。也就是如果你冻结窗格，A 栏就，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恢复的话，很简单，冻结窗格可以把它取消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拉过来，你有没有一起动？哦，冻结窗格啊，再来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留下这些资料了。啊，你可以怎么样呢？把这个资料哈，先，我是建议啊，就是可以先把它的格式全部都清除掉，这个最后一个说明可以把它删掉。你可以把这个格式怎么样？常用里面哦，有个叫清除格式的，格式都清掉，留下最原始的，然后再怎么样，把它复制，Ctrl+C，贴到哪里呢？贴到那个我们刚刚这个另外你再开一个新的档哦。啊，如果贴的话呢，我是建议啊，你可以先插入一个新的投影片。哦，假设我这边它这个投影片是叫什么？用那个标题跟物件嘛，这个，然后你就把刚刚的东西贴到上面，加一个标题，然后把它贴上。哎，有没有发现贴上的东西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这个所有的表格啊？你第一个字太小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你可以把它字放大到差不多像20左右吧。哦，啊，字型的话你可以变更一下，反正这个自己可以再去做变化。然后呢，对齐方式这边一样啊，可以再变更，然后宽度有没有？这个宽也可以改，像我们之前这个呢，把它改成什么？版面配置不是3公分嘛？
这样四公分好了，Enter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你可以做什么？篮宽自动调整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些有没有一样做平均分配篮宽的动作，我可以把它拉过来一点点。啊，在设计里面一样可以做什么？做里面的样式变更，OK 哈。所以其他部分你贴过来之后，其实后面动作都一样的啦。只是说你要怎么去调整这个表格。再来的话，这个图怎么做哈？如果你刚刚这个表有做出来的话，图的部分呢，你可以透过 Excel 里面的很简单的功能叫插入什么呢？图表有没有？插入图表，那不是你就选哪一个呢？比如说你要折线图的话，像刚刚这个折线图，它有分成哪一种折线图？比如说我要有资料的折线图，或者是选这一个，有没有？那你会发现呢，你就选一个像这个哈，然后点它。那这个时候的话呢，我们就产生一个什么我要的一个图表了。那你可以把这个图表啊复制，Ctrl+C 有没有？再贴到那个刚刚的这个好了，我把它 Ctrl+M 了，Ctrl+M 就是新增一个新的图形，把它 Ctrl+V 贴上。那你会发现呢，这个不就等同是刚刚我们做的那一个图表的样子？有没有？那等于其他部分你可以自己再去做变化了啊。我想做法都差不多，所以请各位哈，把刚刚的这一题哦，稍微做个变化。那我刚刚主要呢是利用那个 Google 哈，找一下，海关的出口贸易统计吧，2020。如果你不一定找那个海关贸易啊，你如果想要找其他的，像现在新闻性最高的就是那个新冠肺炎嘛。那如果你要找其他的也 OK 哦。不过就是要我希望看到的结果哈，就是一个什么，一个像这样的一个表格，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一个像这样的一个统计图，OK，那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哈。透过这个部分哈，也主要可以用来做到就是说把 Excel 的这个里面所产生的报表跟它的图表如何把它放到简报里面哦，做一个整合应用的练习，OK 哈，所以 Excel 跟 PowerPoint 之间如何做整合，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哦。